跟我上怀柔这家拉面馆去看看，不知道开没开。好久没过来吃的了。北京人啊，那个不是说什么都是咱北京的，对不对？这拉面人家就是出自兰州，但是在北京人呢这块呢也好多人都爱吃这口。他们家这店不大啊，属于那种苍蝇馆子，双墙拉面，嘿，开着呢，嘿，走，跟我瞧瞧去。给我来碗削面，小碗小碗，一碗，什么时候开的你们家？我都没敢来，小地儿店不大，但是好吃。一次性的筷子，屋里挺干净。吃拉面啊，吃那个削面，这家不错，做的挺贴心，还给配点那个大蒜。我上回跟你们说过，我吃那个板面那家，蒜以前有，后来给撤了，为了降低成本吧。自助的咸菜条子、鸡蛋，还有好喝一口的这个北京二锅头，各种款式全有。这要头天晚上喝多了的、烧心的，您再来一个北京那个北冰洋，这就不用介绍了。大力棒子，我来碗削面啊！他们家拉面挺有名的呀，但是我今天想吃削面，一会儿看看他家做出来怎么样啊。吃他们家这个削面啊，必须得放点这个，看见了吗？有故事的辣椒油，这里边花生碎啊、芝麻，还有他们那个甘肃特有的这个辣椒，嘿，盆子怎么样？够炖的吧？看见了吗？就这地方，小辣椒，好，多棒！爱吃酸口的再放点醋啊！我爱吃酸口，来点醋。走你，行了，不吃蒜了，一会儿上班呢。嗯，开喽。早上好啊，吃拉面。是吧？昨天回来啊，没吃饭晚上。早上必须来点这个削面，好吃。嗯，太香了。有爱吃拉面削面的可以来这儿啊。这家在哪儿呢？在那个大鹏磁场的路口啊、往西100米。这边有一个最早田园机，现在叫兴业银行了。这个口往里边50米就到。嗯，好吃。这大叔也刚从早市回来，一会儿我也去。好了，再见了。我该吃面了。